大家好，我叫于素普一鸣，我是一名摄影师。因为对家乡的热爱和摄影的喜爱，我选择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我希望通过我拍出的作品，能向全世界宣传展示我们的美丽、富饶、团结、开放、精确的家乡。现在我带大家看一下我自己的公司。目前我创业的地方位于乌市一个大型综合性商场的写字楼内。我们公司目前有五名工作人员，他们的月收入都在5000元左右。我们目前的事业发展特别快，这仅不是我们自己勤劳工作的结果，也是我们生活的城市繁荣发展给我们创造的稳定环境和创业优势。现在我每次去内地拍摄、录制广告或者谈业务都非常方便，家里人和朋友也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。目前家中五口人，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，父母在开水果店，两个妹妹还在上学，生活也很富裕稳定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平平安安的，幸幸福福的。我们新疆人都说了说爱护我们眼睛一样，保护我们的民族团结。这里是新疆，是我们热爱的家乡，无论走到哪里很自豪地告诉我身边的人，我是新疆人，我来自一个能歌善舞、物产丰富、各民族团结、友爱、幸福感很强的城市。